伤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有做一个关节炎的小手术。所以打算要跟何氏兄弟一起完成42K 吗？我看他们先跑，大概两个小时后我再搭车过去找他们就可以了。那这次你打算参加的是半程还是3K 的亲子 run？你身体这么重吗？然后你的脚有点受伤，有特别的训练方法吗？就是稍微就是做一些慢跑， okay. 就是身体的体重应该是可以稍微支撑一下。所以到时候呢，请大家如果你在跑这个3公里的时候，看到一个高高的人前面，那个就是田磊，带着我们的小朋友，大家一起 have good time。3公里在大家和平公园。当然，这次相信田磊他也非常关注一些公益的赛事，这一次。是为视障朋友跑，希望在你带头之下呢，更多视障朋友得到照顾，更多的就业机会。